今天给大家切一份鲷鱼的刺身，这是鲷鱼鱼背最丰满部位，我们直接给它取成刺身哈。一般生鱼片的话都是四五组合，好，我们先给它切四片，呈扇状散开，然后我们直接把它摆入汤锅。内角对齐，外角散开，呈扇子形状。这就是鲷鱼的一份刺身作品，每天更新，喜欢的老铁双击关注，感谢观看。